费起来，因为要腌制，伊要把米搅起。但是它其实还蛮简单，就简单。来，首先啊，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爪啊，餐巾纸啊，然后我们把它水分吸干一下。好，来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有时候你买这个三层肉啊，三张吧啊，有时候它会有这个奶头的部分啊，猪的奶头的部分啊，你要给它出掉一点啊。这个检查一下就好了。来，再来，我们用一点点米酒，下米酒干嘛？要去它的味道，还有顺便消毒。那个就高低记得抹一下，好，来抹一下。好，来变乖，赶快，好，来抹一下，好，然后继续的，好，我们再把它擦干，好，就给它清干。来，它比较麻烦是在它的腌的过程，其实也不会麻烦的，因为简单哥是用简单的方式帮你简化了很多步骤。好，我们把它对半，好了，我们对半之后，哈，来，赶快，我们先用我们的寿司一下，这边这个是醋，来加一点点糖，蒜头，好来 ，OK， 这个寿司，哦，就这样就搞定了。来，再来我们准备腌料的部分。好，来点黑胡椒粉，黑胡椒粒，五香粉，盐巴，好，再来来点糖，再来蒜头，好，来全部给它下去，再来加上一点米酒，来我们给它拿来哈。那如果你家里啊有食物调理机的话，你买菜怎么敢弄得起哦？我怕买较紧啦，哇，好香哦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来，好，来差不多啊，来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哈。来，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酱料，好，来一一的，搞不好一点哈，平均的抹上去就好了哈。好，别了。一样平均的抹上去哦。哦啊，这个抹上去啊，大概哦，我跟你讲，大概哦，你真的要让这个咸猪肉入味的话，有没有？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腌了几天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为了让它很入味，我们腌制好之后，不肯抹干了，所以我才说，这是一个蛮头痛的料理哦，因为提前抹干跟那个腌制，把它平均的抹上去，我还故意讲弄这样的题。其实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很简单的啊，你就只要像我这样腌好之后，有没有？你就把它放在冰箱就好，你都不用去动它，放个五天啊，它会比较入味啊。如果你就想要吃，你看想要吃，你更啥干嘛写菜啊？再来，我们把它放到什么？我们的保鲜盒。我们皮朝上哦，安尼伊腌制起来哦，皮也较平均啊。这你若会使卖拍色的话哦，你就是给它放进去。我们啊是腌制五天呐，好啊，你也使差不多两三天，你去观察它哦。它如果有一些假把造出来，你也使给它剁掉，较袂到时腌好，惊你会受死咸哦。我们是有做什么动作？好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冷藏冰箱。好，再来，那就是直接开火，锅盖开了。好，来，这是我们。要管住，好，这是我们腌好的猪肉啊，刚刚是示范哦，连口了哈，你用电锅也可以，好啊，我们今天用我们的锅子去蒸。好来，我们今天小动作，爱跟您共解哈，你腌好之后哈，来，你这个表皮这个。哦，你可以把它烤掉。好，咱先咱去吹烧了啊。我们还会做一个稍微的给它煎的动作。你若无烤掉，你这蒜头你会抓鬼，用炒回家去哈。因为它其实五天啊够了，它的迄个姜味啊，哦，迄个整个调料的味道，我们都有进去了。然后正反面那个烤烤了，好不？来 ，OK， 烤掉之后，把你锅子哦，困了，最困了哈。来，好，那我们戴一下手套。好啦，进去时的时候啊，先把我们的火关掉哦。你为了怕一下落去啊，去哦，手去吓着了哈。来，我们的咸猪肉给它。啊，你也可以用大铜电锅哦，开火，我们大概25到30分钟左右哦，然后上盖，我们就可以去旁边休息一下。好来。等了大概30分钟左右，来这个空白案，哇哦，熟了熟了，你也可以拿一个筷子啊，来给它擦一下啊，哦，头骨啊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哦，你就给它切空白案就好了，好，最简单的步骤，好，再来我们可以关火啦，我们把我们的猪肉端出来，汤要小心，好来端出来放着，好，然后继续，我们还要干嘛？赶紧把它蒸起。来，我们开火，油就不要下太多了。好，油都卖了伤济啊，吼，因为啊，一三三八本身就会出油啊，哦，一寡油就好啊，一点点油就好了。来，降低吧，为了去蒸哦，稍微的表面金黄色，香槟弄好的金黄色，安尼留下焦焦的感觉，一点点就好。来 ，OK， 我们的猪肉。好啦，你甲蒸哦，你要切切，好啦，大火甲吹落吼。好啦 ，OK， 好，先把它变软。呜呜呜呜。好来，我们的蒜桂咸猪肉完成。
要切哦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来夹下来。好，来甲切落去吼。哦，我闻到这味，我真正鬼龙要命。啊，伤贵的部分啦，太肥的部分啦，你可以把它挑起来也没关系啊。好来，哦，咱来夹皮吧。哇，这盘有多少哇？我们的蒜味咸猪肉完成。我真的就要本来还好，看到这个咸猪肉规个拢咬起来吼，咱先吃一下原味的。超好吃，我不夸张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一个重点，因为啊，咸猪肉啊，有时候外面吃啊，都会偏很咸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刚刚有加多一点糖下去中和它，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冰箱。以前高山人啊，可能是冰箱它不会变裂时阵啊，都较咸的，让它比较不会坏掉。啊，基本上可能我冰箱啊，它可以储存一点那种冰箱啊，所以你就我觉得可以不用放那么咸。我觉得这样超好吃的，啊！我可以跟你讲，照我的方式做，绝对超好。